我可以没有了，我还是不要唱歌好了，是专心演戏就好了。我也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全球之际，张瑞佳私密行程，小编都不知道宅男王树海也要听蔡明佑演唱会。宅男的好朋友其中之一也是佑佑蔡明佑，所以今天又特地工作完然后赶快来这边看他演唱会。他常常一直要邀我去他的工作室玩，因为他们有玩那个 band 嘛，然后想说叫我去玩玩看这样子。什么？原来不止打 game， 叔叔还会玩 band， 现场黑漆漆的，难道林鸿佩在你身边？呼叫佩佩。佩佩啊，我把手表带上去好了。没有，佩佩最近比较忙啦，他最近在忙拍戏，然后听说他最近好像很累。因为前阵子我有看他的新闻，他说他最近好像就是长痘子，可能拍戏太累了。那我觉得身为他的好朋友之一呢，我会找个时间然后送基金去慰劳他一下，让他补补身体。我的零件男友收视可是爬到了第三名，叔叔为了感谢粉丝决定再现身一次。可以还是不要了？难得听叔叔开金口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锁定我的零件男友优酷全娱乐。我可以台北报道。我可以没有了，我还是不要唱歌好了，是专心演戏就好了。我也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全球之际，张瑞佳私密行程，小编都不知道宅男王树海也要听蔡明佑演唱会。宅男的好朋友其中之一也是佑佑蔡明佑，所以今天又特地工作完然后赶快来这边看他演唱会。他常常一直要邀我去他的工作室玩，因为他们有玩那个 band 嘛，然后想说叫我去玩玩看这样子。什么？原来不止打 game， 叔叔还会玩 band， 现场黑漆漆的，难道林鸿佩在你身边？呼叫佩佩。佩佩啊，我把手表带上去好了。没有，佩佩最近比较忙啦，他最近在忙拍戏，然后听说他最近好像很累。因为前阵子我有看他的新闻，他说他最近好像就是长痘子，可能拍戏太累了。那我觉得身为他的好朋友之一呢，我会找个时间然后送基金去慰劳他一下，让他补补身体。我的零件男友收视可是爬到了第三名，叔叔为了感谢粉丝决定再现身一次。可以还是不要了？难得听叔叔开金口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锁定我的零件男友优酷全娱乐。我可以台北报道。